选前最后冲刺，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扫街拜票，炮口对准韩国瑜。我看到太多的乡亲告诉我说，国民党的候选人太弱了，才当选一两个月的市长，就在跳槽，这有正当性吗？有这个经验吗？ 有跟国外打交道的经验吗？宋楚瑜说，更让他不满的是，赵少康告诉选民，票投宋楚瑜就是支持蔡英文，让他气到不行。20年前就玩这种把戏，现在又在玩。我讲的不好听嘛，民进党也搞气谁保谁啊？投给韩国瑜就是投给习近平。讲不好听，没出息。那些黄复兴的老兵啊，过的日子。 比你们国民党这些高层啊还要苦啊！你去看看国民党的高层啊，一个都是肥猪猪的。情绪好激动，虞美人还伸手拍拍他的肩膀。李二儿子李刊也出面挺帮，捞宋抱不平。是投韩国瑜，就代表了你们没有尊严啊！不管分什么韩粉、知识蓝、精英蓝、经济蓝，都没有意义，因为到了选前最后一天。 你们全部变成含泪蓝。选前一天，宋楚瑜对准韩国瑜火力全开，要替局营争取政坛一席之地。三立新闻胡克强、李文胜、邱小倩台报道。